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新历四月二三，旧历三月十二，礼拜五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李冠晶。新闻开始，先来关心三十秒的新闻重点。复兴乡长朱元丁甲代表会复兴高中共同为考生举办包高中祈福活动，现场发送给每一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加持过文昌笔、纸甲包啊。中华丹巴呼伦社在五周年庆典当中，邀请家夫里带来动感的演出，另外还安排高分的演出桥段，现场热烈滚滚。复兴乡拜年度模范母亲黄霞川代表邱义化，积极投入服务社区工作，接受到地方肯定。复兴乡长周恩丁也特别前往邱义化的厝内表达祝贺。高中教育会考伫要伫五月十五号、十六号登场，为着让复兴高中的学子会当安心考试，拼出理想的成绩。复兴乡长周恩丁二十三号甲代表会主席洪振松、代表邓厚根以及复兴高中校长赵世英、家长会长，共294名应届毕业生到文开书院向文昌帝君上香祈福，祝福考生会当顺利金榜题名。考生双手摕着准考证，诚心向文昌帝君拜拜祈求。文昌帝君的案头前，复兴高中甲公所也准备文昌笔、包袜、粽、鸡卵糕，祝福所有考生伫文昌帝君的加持之下，努力加油，考到心目中理想的学校。这次复兴乡，复兴国中总共有294位毕业生。他们今天特别安排到文昌帝君来祈求，文昌帝君的保佑，能够考到理想的学校，能够心想事成，能够如愿。我今天呢，跟我们代表会的秘书还有代表呢，一起来，祝贺我们所有的同学呢，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金榜题名。这摆完成了后，乡长周恩丁以及代表会秘书林嘉义、复兴高中家长会长吴吉兴，也将文昌文具组以及包袜、学生名家旗过乡，再个发送给考生。文昌帝君吼，神威显赫吼，都保卫我们的新兴学子都能够考试顺利吼。所以，我们复兴国中每年都会带我们的国中的学生到文武庙来祈求文昌帝君给我们的学生加持智慧在。会考的时候，我能够有最满意的表现啊。那我们这次的活动也非常感谢我们福兴乡公所啊，蒋恩登乡长，还有乡代会的洪振松主席啊，他特别赞助我们这次的祭拜的礼品啊，报告状啊。我们这边学校这边啊，跟家长会啊，非常的感谢啊，福兴乡公所哦对这次活动的赞助。那我想我们孩子到。文武庙来祈拜文昌帝君之后，应该会考出好的成绩。因为文开书院精灵社，周恩丁也希望学生在努力学习时阵，考前也当平静心性，祈求会考时阵，都会当有好考运，发挥平常时的实力，也来预祝大家都会当对分成功。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中华丹巴呼伦社按创立以来，一直秉持着呼伦精神，积极投入社会公益工作，尤其是关怀弱势和照顾偏乡学子。这届五周年受奖庆典，特别邀请按溪州来的家夫里带来动感热烈的电影三太子表演，另外还特别安排高分的演出桥段，现场热烈滚滚。中华丹北呼伦社举办受奖五周年庆祝活动，今年阁拄好拄到创社长黄文昌甲夫人黄淑官结婚40周年，社友特别安排高婚礼、迎娶桥段来庆祝，活动热烈滚滚。彰化东北呼伦社凝聚力非常高啊、哦！你看，我们每一次活动都办得非常慎重，也非常盛大啊。今天特别安排我和我们，我是创社长，
她是创社长夫人，我们共同当那个老新郎老新娘，然后要抬轿进去，希望我们彰化东北文社社运能够昌隆，然后与会贵宾能够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中华丹巴胡伦社按创社以来，拢秉持着胡伦精神，积极投入社会服务工作，尤其是关怀弱势、照顾偏乡的儿童。今年的庆祝活动是特别邀请为溪州来加护理上台表演电影《三太子》，让囡仔精彩表现，透过这届舞台，让更多人看到。参加家福的尾牙，那我发觉说他们有请电音三太子来表演，说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是一个好地儿。我们说那我们就请他们来帮我们做一个表演。那一方面我们对家福的赞助，一方面让他们有活动空间。那这样对于庙会，我们可以支持庙会的活动，让每一个让小朋友他们可以说，他们来做这种电音三太子的表演，可以让我们大家都很快乐。并且又不会变坏，我们是这么想。然后像这种电商到国外都可以表演到，那这种庙会你不发扬的话，是不是很可惜？中华家福中心高级事务员林婉丽表示，担任电影《三太子》的三只弟啊，是由阿公阿妈进巴拉饲大汉的，自细汉就跟着阿伯顶头来学跳电影《三太子》，即届甲三岁小堂弟到顶上台表演，好评不断。大中华新闻叶宏武和米彩虹报道。福兴乡瑞兴汽车受配创头家陈英聪，同时也是东安寮保安宫主委。今年初受到疫情影响，烦恼东安寮十二庄车马座的神事，是不是搁在再次停办的时阵，去望到主笔的神庙马座？加上伊所创办的十方功德行善团，要为迄落小二麻痹举办爱心募款餐会甲祈拜活动，因此法官为一百六港天后宫每周天上神庙保上。希望能帮助希罗小里巴比协会筹募资金。东安寮十二尊车马座有190多年的历史。2014年登录为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24号早起6:50，各尊头拢会将车落港天后宫加神座宫的马座来绕进十二尊头。为了这届盛会，东安寮保安宫主委陈英聪感应到马座的指示，发完彩绘一百落港天后宫每周天上神庙宝像，这百位也赚到十二尊车马座的神书，可能保严新兴村林兴宫的台南区。去年吼，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吼，伫咱东安寮保安宫啊，伫咱宣布讲安尼停办咱东安寮十二尊车马座这个盛事啦吼。今年吼因为这个正月开始，一个小可疫情蠢蠢欲动啦吼，个小可有个加起来，这个时阵吼，十二尊嘛咧烦恼讲，今年是毋讲我当办，尤其今年办的这个主办单位保严林兴宫吼，嘛有咧讲。如果也无法当办看面啦，这个时阵我嘛大也咧烦恼，因为阮算王爷头啦，吼，同安寮范宫算王爷头，所以我嘛足烦恼啦。大伫咧烦恼这中间吼，大一个暗时大咧困，那向我房间讲，咱同安寮十二庄啊咧请妈祖，非常的闹热，迄个景互我嘛足感动的，煞醒起来，所以讲大这个机会，我若办一个。在帮助这个喜乐小儿麻痹协会这个爱心餐会，我嘛有发心要捐200多来义卖，我其中100也未完成，这个时阵，给我这个灵感，才想讲来画，咱这个鹿港天后宫湄洲天上圣庙这个宝像，我希望是讲来个完成，这中间其实非常的困难啦，我拄好这个圣庙天上圣庙给我灵感，给我加持，给我安尼一笔一画会当来完成这个作品，伫咱。今年都要明仔载，咱十二庄车马座去保严，林兴宫，一百度，天上圣庙的图嘛，提起啊点灯，希望，有兴趣，想要买一百度的人，会当来林兴宫来甲参观，一百度，卖出全部的金额，捐予咱一处喜乐小儿麻痹协会，来帮助因，去工程来圆满在生长者，为因。帮助因筹建家园，和因老有所立养生立命之家啦，希望大家到三工。
目前这把保障作品已经关好迄落小篱笆被协会将伫哩五月二号的爱心募款参会当中来举办，希望会当邀请乡亲做伙来帮助弱势团体筹建新庄家园。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霍兴采访报道。河北中寮大专社区关怀协会课后辅导班的活动真大心，亲自制作母亲节卡片，要祝福妈妈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是联行国际医院林云光医生。 COVID-19 疫情影响全世界，当初各家都倾力来做预防三的研究，以下预防三的技术进步做得到最短的时间内来做出预防三的开发和试验，大家各家核准做得用的预防三经过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确定安全又有效。目前全世界都在各家开放注 COVID-19 预防沙，做对预防疫情的发生降低车道的风险，证明注预防沙好处太过快速。而你各家提供大家注的预防沙符合各级标准，大家假使符合注射条件，做得到医生的评估后安心来注射，注预防沙后请维持防疫的好习惯，舒服大家的健康。你哪个笑会出来？你都唔知啊！较早伫个河尾街啊，想要停车是足困难的代志啊，坐几啊年拢找无停车位呢。自从开始停车收费了后，使用者立钱真公平。重点的是，要停车的人唔免阁靠运气咯。无唔对，咱河尾镇为四月十五开始实施路边停车收费，请大家来配合啵。路边收费上路，河美繁荣又进步。今麦收看是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李冠金。明仔是拜六，也是旧历三月十三。根据通讯的记载，明仔在位伫正南方，好时是透早七点到九点，适合立体机号，继续提供详细农民地资讯和乡亲参考。母亲节特别来到，福兴乡八一年度模范母亲黄霞川代表邱义化、甲先生温世正，虽然腿的部分有残疾，但是两个人艰苦奋斗，按过着有路无厝的路边摊的生活，到后来创业成功，而且担任永丰社区理事长。邱义化友好大官大家，热心公益，伊迄算模范母亲，大家拢感觉是一命鬼。福兴乡长朱文鼎、代表会主席洪振松、环社村长柯泰兴等，拢到邱义化的厝来祝贺。对于邱义化甲先生温世正无向苗文领书奋斗成功的经历，拢相当的敬佩。永丰社区吼，啊，咱目前咱这个模范母亲呢，是咱永丰社区的理事长。啊，伊呢，啊，两个翁仔某吼，对咱的社区付出吼，非常热心。啊，虽然呢，啊，两个翁仔某吼，咱身体拢有。啊，拢有缺陷，但是因吼认真拍拼，事业有成，啊，教育子女呢，大家每一个拢真成功吼。啊，今仔日吼事业有成哦，回馈乡里，所以讲两个阿母即摆拢伫社区吼咧做志工，啊，囡仔之前呢事业拢做到真成功，啊，大家拢真乖真认真吼。啊，利用这个机会呢，啊，两个阿母呢伫庄内吼安尼大街小巷吼，啊，甲咱斗相共伫社区做真侪工课，啊，所以讲吼，咱的村长吼。啊，就特别吼，甲伊推荐吼来做咱今年的模范母亲。啊，人讲吼，这是实至名归啦吼。哦，
今日是说是拢袂歹啦，大家，因为阮家囡仔大家拢足单纯的啦，都很单纯啦，都没有什么不好的事示范啦，吼、哦、啊，两个我都两个后生，啊一个查囡啦，啊后生两个都个人有个人伊的头路在看，吼啊我的查囡是伫国泰做行销总监啦，嘿，啊都孙即马目前有八个。好、哦、啊，都是不要我们去烦恼，他们都会自己做他们的该做的事。哎，啊，所以现在的帮我选下当模范母亲，我是想这个有这个机会，我们就帮大家推荐我当模范母亲，模范哎社区理事长。哈、哦，啊，我说啊感到很荣幸，啊就把这个时间来奉献给我们社区了。需要优先了后，邱一华也来到了服务社区的工作，搁常常帮助贫困的人，经受到地方的肯定。顶哦，伊今年哦来，阮村长来推荐咱做咱番社迄个模范母亲哦，这是应当的啦吼。因为咱公正经的，我唔捌看人阿母遮认真的啦。啊，拄着阮乡长主席哦，社区要做阿咪啦，吼、哦，咱讲实在，哦，因哦，即遮侪年来啊，拢为着社区来咧奉献代志哦，甲阮村长。哦，啊，所以讲哦，文乡长哦嘛真关心啦吼，啊，即只吼，我咧预祝讲哦，咱这啊，阮这大甲阮这小啊吼，安尼哦，迄个身体健康啊吼，啊，大家要时时注意啦。借由表演活动，也让更加侪人看到一挂妈妈的故事，子孙啊也趁机会做伙倒来庆祝这个属于妈妈的日子，祝福妈妈永远健康快乐。大中华新闻林桂英、贺兴彩虹报道。河滨中寮大专社区关怀协会创立课后辅导班，协助照顾学区内特定家庭的学童。又鉴于母亲节即将来临，课后辅导班特别请来专业的老师来指导学童制作母亲节卡片，透过充满温度的作品，祝福妈妈母亲节快乐。河滨中寮大专社区关怀协会为了照顾特定家庭的囡仔，特别开办课后辅导班。这次特别在母亲节进行，邀请专业的老师来指导囡仔手做母亲节卡片。哦，那可以吗？我们课照班呢、啊，除了指导学生课业之外，我们也会安排才艺活动啊，例如英文课，然后还有就是手作课，然后或者是 DIY 的课程，这样子来训练小孩子一些基本的生活能力啊才艺课程。桂湾游水村也特别出席手作课程，陪囡仔斗阵完成母亲节卡片的作品。这次又特别加码准备布丁蛋糕，要给孩子早点去吃的，跟妈妈做会庆祝母亲节。来，喝杯茶。你跟妈妈讲说我爱你，我喜欢，我永远爱你。来、啊、给妈妈亲一个，好不好？亲一个，你给妈妈亲一个。妈妈亲一个。并且我嘛送大家吼一个布丁蛋糕吼，啊，咱也知影讲咱特这个课后辅导班吼。啊，大家都比较特殊的家庭啊，所以我嘛送伊一个鸡蛋糕吼，可以提回去甲妈妈吼庆祝母亲节快乐。他比较不善于表达对母亲或者是照顾者的爱，所以我们特别申请这些劳作哈，我们的那个庄老师来教我们的小朋友制作这个卡片，借由这个卡片这个情谊，然后把对妈妈的话、对阿公的话、是对哈阿嬷的话，就放在这张卡片，借由卡片，然后带给他们的一个哈愉快的一个母亲节啊，也祝福哈天下的妈妈还是照顾者母亲节快乐。中寮大专课后辅导老师黄美红指出。这些孩子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无法度去参加才艺班，因此除了指导孩子的功课以外，也安排一挂才艺课程。像这届母亲节感恩卡片，就是希望孩子会当透过作品向厝内人表达感谢之意。台中华新闻叶芳瑜、何美彩虹报道。新港乡一名黄姓男子，借住伫农地耕寮，困伫阿门土埂内底，平常时是做短期工作来维生。但是因为连续发生车祸，脚手受伤，无多做事，所以生活陷入困境。关怀赖清美23号上午会同社会处人员前往慰问关怀，希望当协助黄姓男子渡过难关。新港乡一名黄姓男子，平常时就做一挂短期工作来维生，有时阵也协助农事工作。半年前开始住伫地主伫农田边搭设个工寮，困就困伫阿门土埂内底，环境真正真歹。我头先过去，比较早过出来呢。
咱这个方先生吼，啊，伊住诶所在足简陋，啊，伊未婚哦，无家庭啦吼，啊，出了两届车祸，一届伫断手，啊，一届是断脚吼，啊，医生评估吼，他还阁三个月才会使讲吼落去行路啥物吼，啊，我今日含迄个咧县政府诶社会处来社工来甲看吼。啊，我们觉得说他虽然年纪要无到六十五岁以上不算是老人但是伊这段时间家己住伫家我们要尽到有照顾他的责任我知影讲，咱县政府有送餐服务，啊，送餐服务以他的年纪应该是自费所以这三个月来我会家己负责讲只要咱政府家己送餐，啊，这三个月的来要吃的钱由我来加付。关于网络亲密，二十三号上午，会同社会处人员来到江寮关心黄先生的情况，研究看卖要哪替黄先生度过这三个月恢复期，让伊脚手赶紧复原，才好多趁钱讨生活。在中华新闻也访有新港彩虹报道。第一大厦华南籍的研究生接受厂商委托，成功将产椰子糖的制定标准化，未来真有机会会当量产。广告回来，做回来了解。开这家咖啡厅是我们全家的梦想，这是我的生财工具。万一有个闪失，我实在不敢想象。自从装了新频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系统后，24小时的全程监护，让我很安心。即使我不在店里，透过手机，店面状况一样掌握得清清楚楚，实在太方便了。台播新频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一通电话安装到好，快播0809-009-658。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李冠金。一名56岁中年妇女，因为病的甲病瘫痪，被当作肝病神经麻痹治疗，用了2年的时间治疗，拢无好完。转到中华病院救助耳鼻喉科了后，才发现妇人人其实是腮腺癌，肿瘤已经严重侵犯到肝病神经，才出现肝病失调的情况。原本说正病的面无法多动，正病的目睭合不起来，认为应该是中风，就近看医生，被当作眼病神经麻痹来治疗，但是状况一直都无好转。张女士其实她的右脸哦，那个颜面神经已经麻痹了很久了，那她其实表示她颜面神经麻痹已经2年了，那之前经过治疗其实都没有恢复，这样。那于是我们进一步安排这个磁振造影扫描，发现他的右侧的腮腺有一个3.5公分的肿瘤。那我们再以细针抽吸、穿刺抽吸病理检查，发现已经是腮腺的恶性肿瘤啊。因此我们赶快安排他用全身的正直扫描，发现这个肿瘤很幸运的，还目前只在这个腮腺的部位，并没有转移的现象。56岁的中年妇女，一直在2个月进前出现耳腔痛，就到中华病院看医生，被确诊是腮腺癌。因为发现的时间伤晚，腮腺的肿瘤已经严重侵犯到面部，造成眼面神经失调。一般民众如果发现您右耳朵下方有不明的肿块的话，同时又合并有颜面神经麻痹失调的状况的话，那就要高度怀疑是腮腺的肿瘤所造成，那建议尽快的寻找专科医师做进一步的检查。尤其若您有这个颜面神经麻痹的状况，那经过治疗后都还未能恢复的话，也要请进一步请医师检查是否腮腺有这个异常的肿瘤。医师表示，腮腺肿瘤大约80%是良性，20%是恶性肿瘤。一般会建议患者动手术切除。面上若发现耳腔有肿肿的物件，若是有个伴随眼面神经失调的情形，一定要马上看医生，进一步检查。大众新闻综合报道。
东南亚地区大约五分之一的糖是使用扇叶子制成，当地会把树叶煮成糖果，会当直接食用或者是煮食使用。但是每一户的做法拢无同，糖果品质甲口味也拢无同款，品质无多把关。台湾多一位伫台亚大厦读博士的越南籍研究生，接受厂商的委托，成功甲扇叶子糖的制程标准化，未来真有机会会当量产，成为安全优质的商品。桌顶展示的，就是扇叶子的糖果。这是一位来到台湾读博士的越南籍研究生所开发出来的。透过标准化制程，让糖果的品质更加稳定，保存和运送的问题得到解决，也没有微生物污染的问题。I get information from my friend, and I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So I find more and more, andI joined Taiye University to join BAD degree. 那这个计划它其实来源是一个在柬埔寨的一个厂商，然后他提供这个计划给我们大业大学，然后他说认为大业大学他在食品研发上面的能力很强，所以他给我们的这个计划。大业大学姚宝霞助理教授表示，这位来自越南的博士生受到国外厂商的委托，开始开发扇叶子糖的制程，即马已经得到成果，除了发表期刊，也开始申请专利。希望可以把这个糖质的原料开发成平常我们可以使用的，像糖浆或是糖粉的一个东西，但在柬埔寨他们没有一个标准的制程跟标准的一个流程来做开发，所以当地做出来的糖粉或糖浆有许多潜在问题，包括像微生物生长或是一些所谓的结晶的问题。那我们协助他们做一些糖浆的制式化，包括控制它的一些HF 就是酶那反应的一些中心产物有毒物质的控制抑制，还有包括改变它的一个色泽，让它色泽比较不会颜色那么深等等。扇叶子在东南亚真普遍，就是将扇叶子的树节制作成扇叶子糖，标准化制程安全够稳定，未来会当大量生产，用来制作手摇的饮料嘛，相当有商业价值。大众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户外空气状况。24号中南部地区位于东北方的风尾，风速偏弱，污染物容易累积，空气品质是感觉是提起顶级。所以来关心天气状况，风台已经调向东北方慢慢远离，降雨的范围是以北部、东半部为主，午后山区有局部雷阵雨。温度方面，中部地区是22度至31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我是李冠军，祝福乡亲万事顺心，再会。长虹想要盈利翻倍，开拓新频道广告脱播，
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提供最多元的曝光平台，让您财源滚滚发发发。直播专线 04-711-9440 711-9440